各位朋友，大家好。好昨天跟我讲说，很多人报名，然后还报道说想要进来都没办法进到场内来哈、哦。呃，可能是因为大家刚好都要出国去啊、哦，所以跟我没关系。那我们讲这个题目呢，我会比较用有趣的、轻松的。其实，呃，国际礼仪老实说，要讲起来真的是一个很枯燥、很乏味。 然后听着听着就准备要睡觉的课程，但是呢，它又是一个很实用性的，因为毕竟不管在哪里啊，即使你人在台湾也好，你出国到任何一个国家去也好，我们都一定会用到，因为这毕竟是跟我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起来的。好，那我们今天就开始来讲啊，我们有哪一些是我们可能过去有一点点误会的？ 或者你各位朋友早就已经知道，我们只是把它再做温习一下而已。好，我们来开始来看。今天真的很高，很高兴哦。这个题目呢，大概是在半年多前就已经先确定下来了。然后呢，也非常巧合的，就是刚好选在啊、哦、暑假之前。好，其实我今天不是来做演讲，我今天是把我知道的中西全部把它整理好，来就叫各位来看看。 我所知道的跟各位之间有没有哪一些是不一样的？如果各位你们经常出国，甚至我绝对相信一件事情，你们去过的国家比我去过的一定更多。那如果各位你们曾经到哪里去，有哪一些比较奇特的当地才有的风俗啊习惯，那我也麻烦各位你们一定要踊跃的来教我，让我呢能够多学习，好吗？好，好。 那刚刚有说到我的学历经历啊，这个看一下就好了，这个不是那么重重要的事情了啊。那我觉得比较奇特的是，行政院的人事总处竟然也会找我去，他、啊、每次去的是上一天，我那个一天下来真的非常的累到哈，从头讲到尾，而且要讲到大家都不要没有办法睡觉，因为他。 全程录影，不是他不是录我，是录学员哦，好可怕哦，所以我就要想想想办法让他们睡睡不了觉。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题目了。来，我会用一个考考各位的记忆力哈。今年是二零二四年，今年年初在我们的诶、欸、台湾有一个网络的事件，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记忆力？ 跟礼仪稍微有点关系，记得吗？好，没关系，我知道我们大家都会忘记哈、哦。但是我要先强调一件事情哦，我人现在站在国立台湾图书馆，就一定要非常的很严正的声明。 我们探讨只是探讨事件，不探讨这个人，所以千万不要因为等一下有这个人的粉丝，然后就去跟他讲，然后结果就来告我，我很害怕啊、哦！所以我只是纯粹讨论这件事情而已，没有任何的恶意。好、哦，这个是要特别说的，因为呢，这件事情事件的本人也被延上了，那这个是日本来的用语啦，日本的用语啊、哦，那我们台湾也在用。 所以在网络上被人家特别拿出来攻击的，这就叫做盐上。好，是谁？这个人啊啊，这个人不重要，重点是他在做什么？啊，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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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正在吸水，吸水，吸水，把地上的水把它吸干。哎、欸，各位，你们都没有注意到这个网络的盐上事件吗？ 好，啊，名字我们就不用讲哦，因为真的我很害怕哈、哦。我只是讲说这件事情真的还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啊。到底发生什么事呢？后来这位作者他也拍了另外一张他在欧洲的旅馆的浴室的照片给所有人看。好，各位我们认真看一下，这个很重要哦。重要在哪里？重要在哪里？ 其实礼仪就是一种生活习惯，把它集结出来的一种行为准则啦。好，那我们再认真看一下，我们再认真看一下，这个一定要看得出美感的人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当成今天的破题。又找到哪里？好像跟我们台湾不太一样吗？ 哦，oh, 因为地很湿，所以一条不够，多拿几条来擦啊！哦，oh, 你认为说那个是擦身体的，不能拿来擦地板。好好好，来，来，各位，我玛家里他的浴缸长这样子。好，重点我要请你们帮我看黑黑的，我用两个红红的圈圈的地方，各位你们看到什么呢？这个叫做落水孔，落水孔。 最得的气味啦！啊，对不起，我今天讲有偶尔会讲台语，可以吗？好，可以了哈、哦。啊，如果真的听不懂，明看举几个手，我再把它翻译成中文哈、哦。它叫做湿最的味啦。所以我小时候去阿妈家，我爱怎么洗澡就怎么洗澡。来，各位，我们回想一下，你们自己家里面的浴室有几个落水孔？回想一下自己的家里面，不管你是住公寓的也好，住大楼的也好。 住套梯的也好，你家里的浴室有几个落水口？台湾呢、欸？台湾通常至少三个。好，来三个，三个,、喔三個喔，我们来数一下哦、喔。你家有没有浴缸？如果有浴缸的，一定会有一个。如果你家没浴缸，你家是干湿分分分离的，用玻璃隔起来干湿分离的，一定会有一个，对不对？ 第二个洗脸台一定一个，在浴室的某个角落，某个角落，我不晓得是在哪个地方，一定还会在一个，那一个很重要，那一个欧洲都没有。我们再回来看，欧洲有没有？欧洲他们有马桶，哦，这个在欧洲很常见。 啊、哦，这个各位你们都知道，这在洗私密、私密、私密处的啊、哦。那他们因为没有浴缸，这个是后来，据说这一间旅馆是百年的历史建筑物了，所以是改装的了啊、哦。所以它就改装成这种干干湿分离这个落水孔。好，重点来了，在浴室的任何一个地方看不到落水孔，故意的吗？故意的吗？ 绝对不是故意的，是他们的生活习惯本来就这样。那我们台湾的生活习惯本来就这样，所以呢，我们爱怎么洗就怎么洗，反正洗完了水都会渗到下面下面去。好，所以我们都不会特别注意。但是呢，从这一章我就知道，我们各位不是我们的、啊、哈，不是我们，就叶业者业者业者也是外行人。这个业者在卖在卖什么？ 可能在卖他的豪华的这个样品屋的样貌给我们看。好，我要请各位看一个哦、喔，这叫做浴帘，对不对？这叫浴帘，这叫做浴缸。然后呢，做的很漂亮，没有错。浴帘放在浴缸的很外面，这叫做外行人。为什么叫外行人？ 我们以前学国际礼仪的住宿的时候，说洗澡的时候要把这个浴帘放到浴缸里面去嘛，对不对？好、啊，对不起，错了啊！好啊，这这个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对，为什么我们以前在学国际礼的时候都说要这样、要那样、要那样，只告诉我们为什？对、啊、不对不起，只告诉我们要这样做，却很少告诉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个。 学国际礼仪的背后，其实就是在了解各国之间的文化性的差异。其实今天的重要的，是后面的副标题，叫做“跨国文化的比较”。如果我今天用“跨国文化的比较”，今天大概只有三三个人才会来啊，所以你们都被我骗来了啊！各位，这很重要的，这就是我们在住旅馆的时候，不管你喜欢是。 泡澡还是 s h 都没关系，它是就是一定要记住，一定要把这个浴帘放到浴缸里面，水才不会溢到外面。一溢到外面就会很麻烦，就会变这样子。我也遇过，我真的遇过。我第一次出国去旅游的时候，就真的我遇到了跟这位作家一模一样的情形，只是那时候没有网络，而且我也不敢骂。 所以呢，我就点点回来自己好好学习。为什么我做错事？哈，来各位，这一年一九九一年哈，那一年呢，刚好我服完兵役，终于可以出国了。因为那时候我们的政府管的比较严格，一男一定要服完兵役才可以有出国的机机会。哈，所以一直等，一直等，等到退伍了哈，就出国去啊。那个时候的台湾很好玩。 那时候流行去南非，那我们家也跟着流行到南南非去啊。好，在这个地方呢，吃得好，住得好，真的很棒。但是呢，因为出国，让我觉得我虽然已经读到硕士班毕业了，但是好像我对于怎么样子啊、哦，去住旅馆，怎么吃自助餐，完全一窍不通，什么都不会。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天晚上，我们在一个很豪华的五星级的饭店住在那里，然后当天晚上也享用他们的餐厅的自助餐。虽然我从来没有出过国，但是至少我也吃过自助餐，知道要排队啊。所以呢，在排队的时候，前面有一位白发苍苍、气质优雅的白人老太太，然后突然转头问我说：“请问你从哪里来？” 这句英文大家都听得懂，我也会，所以就跟他讲：“我从台湾来。”他笑一笑，点点头，可能代表他来过台湾，可能知道知道台湾在哪里。好，可是他莫名其妙就一直想要跟我说话呢。哦。问我第二句话说：“请问你们那边有在闹饥荒吗？”老实说，我听不懂，听不懂的时候该怎么办？傻笑就好。呃、他自己告诉我答案了、啊。 他用他的眼角的余光看到我们同团，因为我们是参加团的哈。同团的团员已经取完菜，正准备走回去自己的座位，大快朵颐啦。然后就端着盘子走嘛哈。各位，你们可以想象得到吗？我们同团的团员两个人取完菜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对对对对对对对，堆积如山。好，我们一个字就好，叫做“姜 迄彩虹得个尖起来厉害，嘿有人怪吼，迄一叫拢伊袂落落啊吼，啊、哦、无你也无不不不,不,不小心那落落变啊，啊佫唔知捡起来也是变成怪怪，所以一袂落落这是厉害吼、哦，好，那他用他的眼角的余光看到我们同团的团员的这两个行为的时候，我知道我绝对不可以跟我的团员一样。那你可能问我说啊，我怎么知道他在问我什么？ 因为那时候呢，他讲的英文单词我听不懂，我把它硬生生的背下来。背下来以后回家查字典，我也把我这个故事讲给我现在的学生听。学生说：“老师，你头壳有洞哦？”我说：“啊，为什么也会有洞？你不会当场给他 Google 一下吗？”这蛮简单，弄答案，凡事问 Google 哈、哦。哎、欸，真的是哎，你敢蒙上，哎、啊、，Google 就会跟他讲答案哦。因为 AI 越来越厉害了， 这件事情真的是很严重的刺激到我，因为我连怎么吃自助餐、怎么取菜，我都不会。如果他没有回头问我这句话，等一下轮到我，各位你猜我取菜会不会取得跟他一样多？一模一样，因为我爸爸有教我。我国三，哎，各位，刚刚忘记讲，我从台中来，我现在还是住在台中哈、哦。 我国三国三那一年，台中就有一家旅馆，他也在提供这种的欧式自助餐。我爸为了要让我们三兄弟都能够开眼界，啊，可以跟他看,看是米克的欧式自助餐，所以我在国三的时候，我也曾经去吃过哈。然后那一天呢，我爸开车到了那个停车场，我们下车，他很严肃的把我们三兄弟叫过来哦、喔。然后我以为他要教我们西餐礼仪。 结果呢，一个人讲啥？哎、欸，你想你们记未了吼、喔，金融飙，嘿、欸，这个飙厉害啊！这个表面的翻译，哦、喔，尽量吃，继续吃，努力吃，吃到饱了没关系，再塞一个，对不对哈、喔？就是这样子嘛。所以我一直误以为欧式自助餐就是金融飙，但是后来真的很认真学了以后，才知道。 欧式自助餐有规矩的好，好好来。那那那次去去南南非真的很好玩，我、哦、看了很多的野生的动物等等等。住的以为第一晚住这种茅草房，以为说哦，这有住陋诶，就进去一看不得了。那个房间好漂亮，浴室好可爱。然后洗完澡，地上全部湿光光啊，湿哒哒，就开始擦，一模一样。我也遇到过。 真的我不晓得，原来他们没有落水孔嘛？好，这一张地图真的很震撼哈、哦！震撼在哪里？以我们住在北半球的，我们看到这一张的第一个立刻的反应就是颠倒了，对不对？各位，你们都可以看得到上面第一排的英文嘛？这谁印的？这澳洲印的嘛？好，各位啊！ 我们台湾去澳洲打工度假的人非常多，然后呢，我相信各位你们的亲戚朋友，说不定也有人移民到澳洲去的。澳洲他们的圣诞老公公穿什么衣服呢？他们的圣诞老公公穿泳装。啊，对呀，因为他刚好跟我们生活在一个 upside down，upside down 就是刚好线上下。 相反，相反，我们的十二月有点冷，他们的十二月有点热，好，所以呢，在澳洲，他们认为这个地球应该要以我们为中心来看嘛。那我们住北半球的，我们真的很习惯用我们的中心主义来看嘛。那、啊、以后你看世界地图，就看一个美格就好。 看哪个国家放在那个地图稍微中央的地方，就说是谁印的。美国的地图一定把美国印在这里。啊啊，别人都是帮边边，就是这样子看呢、啊。那如果我们看得懂这一张的世界地图的话，他还特别提醒你：当你看这张的时候，请你不要把它颠倒过来。在这里，这句话在在在,在这里，而且还故意给你印反的。好。 所以这张世界地图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所学会的这一些的所谓的人际沟通啊，然后礼尚往来，真的都很适用到国外去吗？那如果我们以后有经常出国的机会，或者以后我们要接待这些外国朋友，我们到底用什么方式来做啊这样子的一个适应呢？因此呢？ 我以前开始学国际礼仪，哈，就是硬生生的把那些的行为准则记下来，哦，该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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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那时候呢，小小的哦，还不是很懂的时候呢，就以为这样我就很厉害了。但是慢慢的、慢慢的去了解到了更多的历史以后，才知道原来这些礼仪都不是故意设下来要去整人的，礼仪是人定的，它是绝对不是故意要拿来整人用的。 而是因为这个地区的人，他们过去的生活经验的总结，结成了他们的一种啊行为的准则之后，大家都约定、书成、都同意这样做很好，然后就变成了礼仪。好，所以礼仪是人定的，会随着时空有所改变。台湾也一样，世界各国一样。好，那如果我要请各位朋友，我们一起来填空。 请问各位，你觉得国际礼仪的关键是什么？我个人的想法，这我个人想法哈，我认为是文化，因为文化会影响这些不同地区人的一个价值观，那个价值观会影响他的行为。好，所以呢，各位礼仪绝对没有对跟错，哦。没有说哦，这个比较落后的国家的礼仪就是。 好怂哦，哈！然后呢，比较先进文明的国家，好像他们就比较厉害哦，我最近看几一些电影呢，就在探讨大英帝国殖民地，印度人觉得英国人的行为很粗鄙啊，非常的不文明哦。他一天到晚，印度人看到英国人就说，这些人都是哦野蛮人。那是英国人看印度人说，你们这些人都没有被教化过啊？到底谁是对的？大家都对。 所以呢，只是因为文化上的差异而已，并不能说谁对谁错。只要我们到了人家的国家之后，要入境随俗，这句话真的很重要。不要去踩人家这一条线，这一条叫做红线。你还故意去踩人家的这条线，那你被人家言上，是自己找麻烦，绝对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至少要了解，好，那了解以后，我们就去尊重嘛。 啊，尊重后我们就包容嘛，啊，包容我们就配合嘛，啊，所以我们就会觉得哦，玩起来非常的快乐，非常的好玩啊、哦，然后吃得好，睡得好，玩得好，好，各位，所以什么是文化？踩到了那一条红线的时候，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呢。来，我们来看这一张的照片，这张照片很好玩哈、哦，这几个人你们都认认得他们吗？ 都认得，都认得，哈、哦！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的安倍晋三跟他的夫人，前一阵子有来。这是谁？纳坦亚胡啊、哦，以色列的总理，当很久，当很久。对光，把你做个做个近麦呢，哈、哦。好，后面那个是他太太。来，这张照片啊、哦，因为我们今天真的时间不多，我总共有。 将近三百张的 PPT 哈啊，所以我就尽量不问就不问了哈，我就直接讲这个故事给各位听了哈，当年安倍晋三到以色列去进行访问的时候呢，以色列总理纳塔亚胡呢举办家宴来款待他。各位，家宴跟国宴这个很重要，家宴代表我们是马吉的好朋友。如果哈、欸，蔡英文已经卸任了哈，啊，现在换是那那那新的当当那个啊现任的总统。你看哦，蔡英文。 在任的时候，哪些外国的元首来台湾访问啊？他有招待他去自己的官邸吃饭的，那代表什么意思？好朋友啊！如果是一般行礼如仪，就是在圆山大饭店举办国宴的，那就是我们是一般的好朋友。好朋友跟一般好朋友多了那个一般就差非常多。好，所以呢，这种的照片是刻意留出来的，谁？ 给全世界的新闻媒体朋友看，当然是以色列嘛。这种照片一定是主人才会留给大，不是留了，就是就是公公开给大家来看呢。好，所以呢，以色列总理设家宴款待安倍晋三夫妇啊，然后呢，他们就是一定会在最后一道菜的时候才拍照。 而且是摄影官拍的，大家的眼眼睛都看着摄影官啊，一二三，1, 2, 拍就这样子。啊，拍完之后呢，全世界都看到了哦，以色列跟日本很友好。来，后面有一个人，那个人是谁？厨师。厨师呢，一定会在上甜点的时候呢，被主人请出来。请出来以后，我们是客人的，我们一定要做什么事？ 我们一定要给他热烈鼓掌哦！好好吃哦，这么年轻又这么帅，重点是怎么会煮出啊、呃、煮这么好吃的食物出来呢？太棒了！好，我们是在谢谢，我们是在赞美这位厨厨师，实际上是在说谁？主人吧，我们要谢谢主人呐、啊。我们是借由赞美这个厨师的厉害，实际上是在谢谢主人。好，然后呢？啊、哦，他们只拍这一张而已。 不会每，每每一道菜上来都给他拍一张哦，这个我们台湾不一样，台湾人是每一道上来一定要拍一张，叫做万一食物中毒要留着用。<laughs> 好了，好了，来来来来，重点来了，最后一道菜是什么？吃点点。各位，你看到桌上有什么？是的，你看到鞋子了。各位，请看这一只鞋子。 一人吃一只而已啦，哈，没有一人吃一双啊，各位做的像不像？真的很像鞋子的甜点，什么做的？啊，巧克力啦，蛋糕啦，然后坚坚果啦。哎哎哎哎，这里坚果啊，这个可能是白白巧克力哈啊，这个整双鞋子啊，这个破袜子是蛋糕哦、啊，各位。 所以你可以从鞋头吃到鞋后跟哦，有没有创意？超有创意！你看哦、喔，做的惟妙惟肖，又可以真的把它吃下去，又真的很好吃啊！这个没有功力是很难的。但是问题是，各位，我们刚刚不是讲这张照片不是以色列自己主动公开的吗？它本来的意用意是什么？ 告诉全世界我跟日本多好，对不对？但是这张照片出来以后，得到的效果是：哦，你在打脸安倍哦？为什么在打脸？对，各位你讲对了，鞋子。各位你们常到日本去玩嘛？哈，你有日本的朋友吗？好，我们讲台湾就好了。我们台湾进门通常都要脱鞋子，受谁的影响？ 日本影响的，日本影影响台湾，所以我们几乎哈、喔、大部分的家庭，家进家门一定要脱鞋子在在外面，对不对？好，日本人认为鞋子最脏，日本认为鞋子进不了家门，所以呢，一定不管他家住什么样子，一定会有一个地方叫玄关，啊，在玄关就要把鞋子脱下来，再换室内鞋。 对不对？好，所以这么脏、这么脏的东西不是东西的啊，物品哈，这么脏、这么脏的物品，竟然做成点心的模样，放在桌上，还要逼你客人吃下去、吃下去、吃下去，这不是在打脸吗？至于安倍有没有吃，我不知道，因为这个新闻没有后续啊。好，各位，当大家来批评。 以色列的这个事情的以后呢，他立刻说：“哦，各位，你们都冤枉我了，冤枉我，冤枉我了哈，对吧？哎、欸，刚刚有没有人注意看那一张照片？是二零一一八，哦，我好厉害哎、欸、哦，这张是二零一七，表示比较早的呗。是谁？美国前总统川普又要来了哈，哎、欸，川普的太太，哎、欸，多一个人是谁？他们的小孩，可以吗？” 当然可以，家宴嘛，家宴自己家人都可以来啊。因为他儿子说：“哦，川普是我的头号的那个哈、哦，哎，我一定要看到他本人，最好能够请他签名。刚刚就要我签名哦，真的很，不好不好意思啊、哦。所以呢，当然可以啊，家宴家宴啊、哦，那所以呢就多摆了一个位置出来。好，这张也是一样，吃甜点的，拍照片的啊、哦。然后当时可能没有。 给大家看，后来才想到，赶快来看一下是什么？是甜点，巧克力。好，来，我们是台湾人，你认为把你吃下去好不好？嗯、很好，印证了一首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把我们混在一起，对不对？哈，好，各位，他最后一个甜点就是川普跟胡那他们两个人的。 头部的剪影，然后再配上这些，看起来就知道，嗯，应该是何其何其。哈、哦，好，好，各位表示我们这两国还蛮友好的，他只是证明说我每次的甜点都很有创意啦，我不是故意的啦，哈、哦，请不要误会我，好，来各位，这是我们台湾，以后你还要吗？尤其出国的时候，哇，给的很激 摸下巴、刷脸，哈，回家台灯灯，美好的回应。各位，你们如果经常出国，看到老外在餐厅会做这种动作吗？不会。东方人比较会，其实南韩也有，日本也有，台湾好像比较多。那我会建议，如果可以不要，就尽量不要。为什么？厨师好不容易做了这么好吃的菜，送上来要热热吃，就赶快热热吃。 要能能吃就赶快能能的吃啊、哦！放到你的脑中的记忆，哎，怎么又又又又来了呢？好，来举例，我们举什么真实的案例呢？到底有没有所谓的对跟错？有没有所谓的对跟错这件事？好，哎，我刚刚搭捷运来，我实在是有点怕怕的。其实我很想做，但是我都不敢做，就空在那里。因为最近不是又有新闻吗？ 哎、欸，对耶，这个实在是台湾这里已经变成是地狱了，你知道吗？到底各位你们敢不敢做？啊，敢敢敢敢敢敢！Okay,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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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以后我都给他看我的白头发的话，我说我也有资格做了，其实我也可以做了了哈。啊但是呢，还是尽量不要做啊，免得做了又被人家说起体。这个人看起来应该好好的，然后呢，我们来拍他，拍了还可以上网去查。 Google 还会跟你讲，这个人叫做林清湖，在中部某所大学教国际礼仪，哈，不要脸，教国际礼还敢这样站座位，哈，我们来攻击他，我明天就红了，各位，啊，对对对，我要被人上了，所以我都想好想好多，所以各位，如果你看到我坐在这个位置，表示我真的非常非常累，哈，好，这个位置本来就可以坐，只是说如果遇到。 比你更需要的人，我们就要主动让座给他们坐嘛，并不是大家不能坐，对不对？可是就被无限上纲，变成好像这里是一定要怎么样的人才可以坐啊，不然的话就会被误被误会哦。好，来，在日本的公车，请各位看一下，为什么是日本公车？因为有这个，你们如果经常到日本去住旅行的就知道啊，这公车。 他们一定会有这个叫做整理卷哈，来，这个在日本的公车上，各位看到什么？一对年轻的夫妇带着两个 s e 小孩，两个小孩啊、哦、啊！有没有人让座？看起来应该是没有。好，来，各位看到什么？看到这里有三个，一二三啊、哦，三个假睡的年轻人，因为假睡永远叫不醒哈、哦、他们好累哦，所以这边哦。 休息一下，但是但是重点在后面这里。日本也有这个啊，这叫做优先席。理论上看到优先席是不是要赶快让座？不过他们都睡着了，所以不知道啊。旁边这个是资深国民。再看其他一张，这个没有睡，被抓到了。这个在划手机，啊，划手机的也没有让座，他有没有被延上？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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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张没有啊、哦！各位看到了吗？好，在日本有没有让座的这个动作习惯？有没有？虽然他没有贴优先席，各位真的没有，我真的我自己遇到一个很糗的事，一定要讲给各位听。我告诉各位哈，久、哦、病成良医。 各位就跟我一样，一天到晚出很多球，然后都慢慢学，慢慢学就会了我有一次在日本自助旅行哦，坐公车刚好在后门，日本的公车一定是从后门上前门下，然后呢，好，他们车门一打开，我看到一个拿着拐拿拿拐杖慢慢走上来的老太太。台湾受过良好公民教育的我哈，然后就赶快主动站起来让座，罗罗罗罗。 哎，各位，请问你们，这位老太太有没有谢谢我？真的没有，你们怎么都知道？他还看了我一眼，我认为他瞪我一眼哈、哦，各位，他只是看我一眼而已，看完了就把头转回去，继续站着，好尴尬，尴尬到我不晓得要不要继续坐下去，因为我已经站起来了，然后我要让柜子给他，他不要。 后来我问一个日本的朋友，他说：“令赏，你真的错了，我错了呢，我错在哪里？我伤害到他这位老太太的自尊心。他们日本人认为，我今天我可以出门，我就不会去麻烦到别人。日本的文化是不麻烦别人为第一优先的原则。所以呢，我虽然走路很慢，但是。” 我不需要人家让位置给我，好，然后他就站着，我也站着，两个人尴尬的站在那里哈、哦，然后我就问那位日本朋友说：“那以后我如果遇到，我也真的很想把台湾的美德把它展现出来，该怎么办？”他说：“那、啊、你不会演哦。”我说：“怎么怎么演？”你说：“演假装要下车，往前走，你不要跟他眼的眼睛对望到，你就往前走。” 啊，他也不晓得你真的要下车，假的下车，还刚好上来看到有空位，他就坐下去。他不要有人让位给他，所以呢，你说日本这样对不对？我也不知道到底对不对。好，所以日本这个国家，他们很多事情啊，都认为礼貌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件事情呢，他们是不让做的。那跨国文化会不会影响很多很多误会的事情呢？真的会、欸。 好，我们来看，我们先从简单的吃这件事情来看，好不好？啊，我相信各位呢去日本应该是次数非常多了哈。来，我们先讲台湾，台湾人的经验，台湾人的节俭美德。各位，你去餐厅吃饭，脚不掉要不要弄？去包起来嘛，对吧？啊，是能够继续吃嘛。 在台湾人那么是按尼做，无问题。好，尤其是参加这种的喜宴的时候，那个贴心的主人还没吃以前，就已经把塑料袋放在桌子上给你了。你紧笼包啊、哦，你找不到笼笼包，等你包紧，对不对？台湾人打包的文化自古以来就有，真的是自古以来就有，所以我们才有一个在饮食文化里面特有的行为，叫做“腾腾腾”。各位，你们听懂吗？ 再次加温呐、啊，对不对？啊，把很多食物咚咚咚加进去，再次加温就变变成菜味了哈、哦啊。各位，所以饮饮那个饮饮食文化是什么？饮食文化就是就是这地方的人他们的共同的生活之后的总结了哈、哦。啊，很好玩。来，我们来看喽、哦。内行人都知道啊、哦，你只要吃不完的，我们可以有各式各样的理由。那各式各样的理由什么呢？ 主人他的好客的诚意，然后我们自己花的钱，我就是不要浪费食物嘛啊。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对中破塞的那种的体贴的行为，所以打包在台湾是对的，是好的，而且要继续这样做掉出去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啊。但是自助餐不可以哦，自助餐不可以哦，自助餐没关系，你猛一狂，继续动哈，哎哎，那就不应该哈。好，来。 所以我一直认为打包是天经地义的，我真的认为打包是天经地义的哦。那一直到有一次真的被人家这样子的哦，用奇特的眼光看我的时候，我才很认真的去反省，到底我这样做对不对？好，有一次我到晋江八八番去啊，各位常常到日本人应该就知道这个地方了哈。晋江八番啊，然后呢这一间。 很普通的家庭式的日本料理啊、哦，很有名，然后也是慕名而来。那天中午肚子很饿，所以就点了我跟我太太两个人点了三份三份餐，很贪心，这样特没特没棒，所以他叫三行。然后点的时候人家都说两个应该够了，他说没关系没关系啊，我就是不吃啊、哦、啊，真的来了三份。各位有吃完吗？当然没有吃完，没有吃完我就。 跑去跟他说：“可不可以帮我打包？”他给你们听到，你知死吗发生了什么事情吗？口味不合吗？我们的食物有问题吗？味道变了吗？光看日文，我真的我都能猜的。而是他那个紧张的脸，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以为出大事啊。我是卫生局的人。 要来给人摕去粗茶，我无无无无无，真好吃，真好吃，有意思，有意思，有意思，吼！啊，都、就是爸，要早等于暗时要搁食，伊讲别杀你，别杀你，吼、啊！我讲奇怪，钱我出的，我是 os os 的哈，心里的小绿小绿场啊，钱我出的，我要带回家吃，为啥不行？他就坚持不让我带，我就坚持一定要打包。 后来呢？后来讲一大堆，就是不行。我做不干完呢？凡事问 Google。我说谢谢啊，我也不敢打包了。来，其实我够盖哈。那次我还是没有学乖。有一次呢，到了那个北海道的函馆，然后有朝食，就是专门在卖给那个早。 他们一早就要去做生意的人啊，啊，那个很有名，就这个、啊，就这个、啊，哦，我就冲进去，很高兴，我拿点说，哦、我要外带，take out，take out，那 take out、啊、他们都 no，no，我说 take out，take out，足够时间，我无 <laughs> 我都入去遐慢慢啊吃啊，啊，拜托他，他就是不卖，就是不卖，好，来，各位。 日本为什么没有打包的文化？就是这个嘛就，就就是这个这个嘛。啊，就几个不对啊？啊，为什么有便当？啊，对，各位，对啊，这个也是熟食哦，这个不不能带，就是不能带，因为他们没有这样子的文化。 便当是因为检查过了，所以才可以。你们到日本的各大车站，各式各样的便当一大堆，对不对？他们就很有信心说：“朱莉讲，你绝对不会怎么样。”但是他们这个以外的，绝对没有打包这件事。好，所以各位，我学乖了，学日本人吧，入境随俗，以后就变成这样子，这样点，好，能吃多少就点多少。 他也就是这样子卖你，对不对啊、哦？你就买你一人份吃得完的，吃不完那就真的是你自己没有把它吃完，不然就学日本，他不是用先售票机的，就是要点餐式的，要怎么点？每一次我吃，我坐隔看隔壁的日本人点餐都觉得他怪怪的，他故意在刁难别人。我们台湾怎么点菜？进去以后。 一次把它全部该点的全部点完嘛，人家上菜才会比较顺畅嘛，对不对？我们台湾真的是这样点啊，但是呢，日本点菜是这样子，我先来点一杯饮料，饮料来了慢慢喝慢慢看，哎，这个不错就点，先点小菜，小菜吃完嗯好，肚子还没饱再点，再点，再点，再点。再点 每一样都吃完了，再点下一样。那以我一个不懂不懂事的小孩，我觉得这样是故意在刁难人。台湾很多餐厅不是跟你讲吗？最后你要点餐要什么时候，一定要点哦、喔。啊，不然我假日因为很忙，所以我没有办法提供哦、喔，对不对？好，所以谁对？大家都对。来，那日本文化里面呢，有这三个。 怀石料理、本山料理跟惠喜料理，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讲非常多，我们只是举其中几个案例就好了啊。举什么案例呢？吃怀石料理的时候是一道一道慢慢上的，跟吃吃那个西西餐啊，个人份啊个人化的服务的行为是一模一样的，一人份一人份慢慢上啊，所以你就比较放轻松的来品尝所有的菜，不用急，真的。 你要他赶快收盘子，他也不会来给你收。他们会按照他们自己的节奏，然后做他们应该提供的服务，那我们就配合就好。其中有一件事情，我们吃沙西米，大部分的大我讲大部分的各位你们不会了哈。台湾人吃沙西米都会把 w a 比怎么来使用它？大部分的台湾人好像都把它直接和在酱油里面。 充分把它搅匀嘛，哈，然后再给它粘下去，一面不够再翻面第二面嘛，吃下去啊，这样子一下，我爷爷教我的，但是后来才发现这个行为真的叫暴殄天物。为什么？因为因为我们以前台湾的东港就捕了很多的黑尾鱼，那我们还比较没有。 办法自己品尝到黑尾鱼这么好的鱼的时候，基本上黑尾鱼都是外销到日本去，所以日本都有吃到那个品品那些品质非常高的黑尾鱼到台湾去的。等到我们的经济实力提升啊、呃、提升以后呢，我们这些黑鱼都卖给我们台湾自己人吃，对不对啊？啊，反而是日本人要搭飞机来台湾吃了。当他来台湾的东港吃到那个最新鲜的今年的黑尾鱼的时候，看到我们台湾。 的很多老饕都是这样子吃沙西米，他们吃完回去日本写报纸，说台湾人暴殄天物，把那么好的一个鱼肉，竟然沾了那个那个不晓得怎么形容的 w a 米酱油啊，酱油 w a s 然后把它这样子把它破坏的食物的真正的美味。日本是这样子吃的，好。 先夹一点点的芥末，放到鱼肉上面一点点，那个量你自己去评去评估。你如果觉得够就好，哈，一点点，然后再沾一面的酱油就可以了。然后这样来品尝。至于萝卜丝是每吃完一块鱼肉之后再夹一点萝卜丝，做什么用？作为清除口腔异味用。 因为如果是怀石料理，一人份的生鱼片会提供七块不同的鱼的肉给你，然后我们一定是从白色的吃到颜色比较深的啊。因此呢，吃生鱼片是有方法、是有步骤的。好，我们来看日本的怀石料理呢，基本上会提供这么多道的啊食物上来，提供给各位慢慢去享用它。 其中有一个跟我们吃饭习惯比较不一样的，我们是吃饭配菜嘛，对不对？那怀石料理呢，并不是吃饭配菜，它是来品尝季节性的特别的食物。所以他们如果敢在餐厅门口写上“寻味”，那个“寻”我们很少在用了，那个“寻”字有没有哈？ 哎，那个“寻质”表示他们可以打包票，我用的这都是最新鲜的当令季节的食材。好，那就一道一道来喽。淮食料理一定会有两道汤，第一道汤是清汤，基本上就是让你清除刚刚吃完的这一些的开胃菜以后喝的，把异味除除完以后呢，准备来享用下一道菜。到了后面才会又。 蜜瘦汤啊、哦，味增汤，那个那个就会比较味道浓一点点，基本上也差不多吃完了。所以他的饭，这个这个饭呢，绝对不是白饭，一定是腐饭或者是蒸饭啊、哦。这个饭真的是怕客人没吃饱才提供的，也不会特别多，但是一定是精心料理出来的。因为我又闹过一个笑话，假崩配菜。 这种的习惯根深蒂固，所以有一年花了很多钱去吃怀石料理，一直给人家吹「我喊我喊我喊，光家人假告还真的给我一碗白饭。当一碗白饭来的时候，各位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旁边周围的日本人都在看我跟我太太，这两个是野蛮人。各位野蛮人竟然会一直给人家要饭吃，哈。 那你说他们的原本的饭有没有来？一样照着顺顺序节奏还是会上来啊、哦？所以很多事情都是慢慢的啊、哦，从错误中学习来的。来，所有的本山料理就是一次把你个人的、个人的通通上齐给你吃。那我们要怎么样开始享用呢？基本上很简单，从最靠近你的菜色开始加，然后从。 靠近的菜在夹完之后，再开始往远一点，再往更远的地方往外吃。所以你会看到那个锅类一定是放在比较远的地方，因为它还要煮嘛、啊。那因此我们吃这种本山料理，就是一次所有的菜都给你上齐的。我们就啊，远的就慢一点吃，近的就先拿来把它品品尝完。好，日本啊，它真的是鼓励你不要浪费食物，所以呢。 汤也把它喝完。当你汤喝完了，常常常会看到那个碗碗底会一些谢谢你，对不对？”好，这一家台湾哈、哦，每次去好像我是还没去过了哈、哦，据说还是要排队，对不对？好，一栏。那只有日本不打包吗？德国不打包。各位，如果要打包，一定是带回去给狗狗吃的。 所以，各位，我们这种勤俭又习物的台湾人出国怎么办？真的很麻烦呢、欸。我现在真的有时候出国都会觉得，你要怎么办啊？所以呢，我们一定开始要让自己去入境随俗。所以德国真的不打包，千千万万不要。 要求你的德国朋友说：“哎呀，好可惜，好浪费哦，带回家吃吧。哦”哈，各位不行，来，意大利不打包，真的不打包。按、啊、说剩那两片披萨带回去再烤一烤，不是可以吃吗？不行，没有再加温的。啊、哦，你要么就是在当场把它吃完，就是没有打包。好。 那你各位认为会不会有浪费食物的嫌疑？绝对会。好，再来，这个事情很好玩。我以为只有台湾会讨论这个事，原来连南韩也在讨论这件事。各位，刚刚哎，我们要再回头看这一张，这张意大利面在哪里吃的？你们觉得有没有像台湾的？像了，像了哈。 但是我跟各位讲，绝不是台湾。台湾意大利面是怎么吃的？哎，我们这个台湾图书馆的前面巷子好像有一家带卖意大利面的，不然等下我们去试试看哈、哦。没有，我觉得不是叶佩哦，我没有叶佩哦。来，各位，以后你看这个图就知道在哪里。在国外吃意大利面，一定是只有一只叉子。 意大利面怎么吃？大家都会，就是把叉子插进去卷卷卷。至于要卷多啊，卷卷那个几下，看你自己嘴巴的大小。嘴巴大的卷三圈嘛，哈、哦、啊，嘴巴小的卷两圈两圈嘛。一、一、一，你一定要卷，你不卷它，它啊不会起来，对不对？那、那卷完了啊，我们就开始吃。各位会不会长长的留那个意大利面条？会，怎么办？没关系，用吸的把它吸进去就好。 就这样吸进去就好了，所以偶尔会出点声音，OK。日本不不，意大利人再来一个这个，表示哦，好好吃哦。其实他是在遮掩他刚有点声哈。马吉南按个多、啊、所以你就是在意大利面、吃大利面就是这样做，一直擦啊啊这里。但是但是，在台湾，我们好像你去看，嗯，我不晓得，我我自己去的了哈，都好像会给。 一支叉子，一支汤匙，然后就很奇特的，一定要把面给它怎么样切断，然后把面放在汤匙上面，再送到嘴巴来品尝它。好、哦，我以前以为只有台湾会这样做，原来南韩也在讨论这件事情，说哦，其实我们韩国人这样吃意大利面是不对的，不对的啊、哦，应该要学。 意大利人一根汤匙就好，来，法国不打包。法国不打包的理由非常的多，啊，这是他们的理由，所以他们就坚持不打包，一定要把他们的菜全部吃光光。来，公这样讲，各位我们就知道哦，很多国家他们吃不完的菜是不打包的。好，来我们来讲。 在西餐里面，一般一般来说都是面包跟汤同时上来，对不对？那我们的习惯都是以为面包就是涂奶油吃嘛。我们把面包哦，面包是西餐里面唯一可以用手取来吃的食物。好，我们用手把它撕开，大块的先放在盘子里，然后把奶油涂一涂，涂在那个比较小块的那一小块的面包，再送到嘴嘴巴来吃。我们一般都是涂奶油。 啊，在面包上面。但是意大利他们在喝汤的时候的面包是沾橄榄油的。法国人在喝汤吃面包的时候是把面包直接沾汤来吃的。那你一定要留一小块的面包下来，等到汤喝着喝着快喝完的时候呢，你再把那个留留下来的那一块的面包把盘子。 剩下的汤汁刮得干干净净，再送到嘴巴来吃。哇！如果你在法式餐厅，你有做这个动作出来，那个服务人员一定会跑跑去跟主厨讲说，这个内行人来了，他非常欣赏你煮出来的汤啊、哦，可以把他盘子刮得干干净净，这是正确的。来，当意大利跟法国的政府认为。 因为他们的文化不打包这件事情呢，造成了很严重的食物浪费，因此已经立法成功哦，说要打包。各位，法律说要打包，请问人民有打包吗？还是没有？所以那种礼仪不是用法律可以去压制他的啦。 礼仪是一种生活习惯的总结，那你怎么可以用这种的所谓的法律去改变人民的既有的那种传统的行为？很难，真的很难啊、哦！所以当他们立法成功，他们也觉得这个只是好玩而已。来，我们来看台湾，在台湾我们去吃喜酒的时候，你有没有遇过这种的情形？ 有人在那边敲被子，锵锵锵锵锵锵锵，在干嘛？主人要说话了吗？不是，不是，不是啊！有人在起哄，要新郎新娘表演给大家看，表演什么？当众亲亲？这个，这个好像怪怪的，对不对？哈啊，不晓得各位，你遇到我，我倒是经经常遇到过。那有人就这样起哄，我一直在想。 在参参宴的过程当中敲杯子这种的行为，到底是我们既有的传统呢，还是学别人，然后学的也不是非常的好，然后就莫名其妙以为这样子是对的呢？来，各位，西餐有没有敲杯子的这个行为？有，什么时候？上菜之前，所有的菜都还没有开始上，然后呢，大家都已经入座了。 这个时候呢，可能是主人，可能是主人拜托一位客人帮忙开始敲杯子。当我们是客人，我们听到有人在敲杯子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把声音降低，然后不要讲话，因为主人要致辞了。这时候呢，主人就会顺势啊站起来，然后开始呢来讲给大家啊说今天祝福什么什么呀啊，然后我们就举杯啊啊 cheers，这样对不对啊？所以呢。 西餐里面的确有敲杯子的行为，是主人准备要致辞了。然后主人啊致词，然后跟大家一起举杯确实以后呢，他就坐下来。请问各位，等一下在吃西餐的过程当中，到底可不可以邀约别人一起来喝酒呢？可不可以？西餐到底可不可以？各位，绝对不可以。 在西餐吃饭的过程当中，你要喝水、喝果汁、喝酒，请你直接拿起来自己喝就好。好，那会觉得自己怪怪的哦，都没有管别人，自啊自己喝这样子，真的就是自己喝，千万绝对不可以邀约别人喝。如果你邀约，被邀约的人说：“哦，你在霸凌我。”其实你没有，你是好意，对不对？好。 那到底谁对？好，我们来看台湾哦。台湾要怎么样喝酒呢？在宴会的过程中啊、哦，自己眼睛一看，扫描之后就知道哦，辈分我今天最低，年龄今天我最小，然后还有什么？社会历练我最我最不。 哦，我就不不不不不够，所以呢，等一下在宴会的过程当中，我就要自己知道我的本分，就是要负责帮忙斟酒倒酒，我就要知道，等一下我如果真的很想喝，我一定要邀约，怎么邀约呢？要一个一个一个邀，绝对不可以跳过任何其中一位。好、哦，这是我们台湾，所以呢，台湾。 邀约别人喝水、喝酒、喝果汁是有礼貌的表现。好，再看日本呢？日本是不管你的辈分如何啊，基本上基本上哈，你的酒杯都是别人帮你倒的，那绝对不可以帮自己酒杯倒酒。那我们一定要去帮别人倒酒。 啊，这是第一个，帮别人倒酒，自己不能帮自己倒酒。第二件事情，这是我最近才学会的，因为呢，这跟日语的发音有关。他们说，如果那个酒壶啊，那个小小的酒壶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尖尖的，可以让酒顺利倒出来的地方，是绝对不可以跟我们台湾一样哈、哦。台湾我们一定会认为，我把尖尖的往下。 来倒酒比较顺利嘛，对不对？好，不对，一定要把那个尖尖的往上，这样才不会把不好的事情呢传给到对方去啊、哦。跟文化有关，这个就是从他们的发音来的。来，各位，我们韩剧也看的非常的多，韩国基本上也是跟日本有点像，别人帮你倒酒，别人帮你倒酒啊。哦 然后呢，除了别人帮你倒酒以外呢，还有一个，他们也会看辈分，辈分比较低的，年龄比较小的啊、哦，喝的时候一定要把头偏到旁边去。好，那基本上我们大概就知道说，哦，喝酒是一个最麻烦的事，因为喝完以后，西方有一个非常坚持的传统。 就是主人一定要站在门口送客，只要他看到这一位客人，他有喝酒了，不管喝得多喝得少，他一定主人的责任就是一定要让客人安全回到家。如何让他安全回到家？第一个，他有司司呃有那个司机的人，一定请司机载他，那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对不对？没有司机的人呢，一定是请代驾，不然呢就是。 帮忙叫计程计程车把这位客人送到家里，这个是西方我觉得在喝酒的礼仪上面做的最好的一件事情，应该值得在台湾把它推广开来。好，我们把食的一些小小小的细细一节，我们特别来提一下哈。各位，我们有没有习惯吃饱要打个嗝，叫做打饱嗝？好，如果你跟 西方文文化圈的人一起吃饭，请绝对绝对绝对不可以吃饱以后是故意的也好，不小心的也好，自然现象也好，都不可以打嗝，因为西方的文化圈认为打嗝就是用嘴巴放屁啊！刚刚吃饱就放屁给大家闻，好、哦，天呐，他们真的是这样认认认为的哦。 但是，但是你到印度去玩，就要把它抛开。到印度餐厅吃完饭，你就要故意，呃哦，然后那个厨师就会好高兴，就会喜欢你。好，但是印度呢，又有一个让我呢很丢脸的事。 有一年，我的学生到新加坡去实习，所以我们当老师的就要去哈。然后到了新加坡，当然要到处去看嘛。我到印度去，就点了他们很好吃的印度烤饼跟奶茶，坐下来准备开始吃的时候呢，发现旁边的印度人都在看我，到底我又做了什么事情呢？各位，我用左手拿烤饼来吃，印度人是绝对不可以用左手去碰食物的。 哎、欸，后来对吼对吼，我好像又犯了他们的大忌，他们都认为这个野蛮人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好，来，我们说剔牙应该可以吧？只要我把嘴巴遮着，不要出声音，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各位，不行，不管你再怎么遮，就是不可以在餐桌上出现剔牙的这个行为。要剔牙，请到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去。 哦，绝对不可以剃牙，再来，不可以擤鼻涕啊、哦。那我又不是故意的，刚好感冒。那如果真的一定要擤鼻涕，请到人家听不到的地方，他们会觉得一听到这个就觉得很恶心。那你会影响别人的食欲，就是不应该的行为。好，呃，我们的电话真的有时候还蛮多的。他们的一个很坚持的就是，吃饭的时候绝对不可以接电话。 如果是一个很重要的电话，不得不一定要现场接，请离开座位啊、哦！就是要让人家听不到的地方，那是你的私事，你不可以在餐桌上做这个行为。然后，这个我们最常犯的，我们是主人，我很好客，我今天点的这道菜特别棒，很好吃。我当主人，我就会喜欢做什么事，帮你夹菜。哦天哪、啊！ 如果在西方文化圈里面帮人家夹菜，那个叫做强迫别人，好，那个是绝对不可以做的哦。所以呢，如果不是他自己点的东西，请你绝对不要善意的好心的啊去诶、欸、请他吃，绝对不要啊、哦，因为呢，你不要说啊吃吃看嘛，你知道我们台湾都爱吃这个哦，好好吃哦，这是不对的行为。好，所以呢。 从饮食文化，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国际礼仪。再来，我们来看文化，真的就是所有的差异性了啊,啊！这个事情呢，已经很久很久很久了哈。各位，你们的记忆力应该都没有了，我只是唤醒各位的记忆力而已。来，请问这个东西叫做什么？是的，各位，你呃，没有没有，我没有讲什么哈。这个国，这个这个这个 logo 是什么地方的 logo？你们知道吗？英国国会。 英国国会啊，Long long time ago，有一个英国的国会议员兼运输部的副部长来台湾进行正式的访问。来者是客，就要把他准备的礼物先送给主人。好啊，主人收到礼物呢，要立刻也要把他准备好的礼物送给客人。所以这叫做礼尚往来，是对的，是重要的。 他是真的没想到，那一位从英国来的客人送我们台湾的这位主人呢这个礼物，然后我们的主人呢，他就在事后啊、哦、发表了一些他对这个礼物的看法。这个看法呢，当时闹得还蛮大的啊、哦。我们台湾的记者朋友呢，就赶快去追问说：“部长，部长，部长，你认为你有听到啊、哦？” 你觉得哈，我们这位诶说你的这个东西是破铜烂铁，你有什么意见？你有什么看法？看法？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哈。我可能想要，好，我我这我自己猜的哦。我来猜说，那些记者朋友可能想要听到说啊，你们那个谁没有文化、没水准，我们怀表是好的礼物，了一大堆哈。他不是哦，他直接讲这个，他直接说哦，关于这件事情。 是因为我不懂双方文化上的差异而造成的误会。各位，一句话很有智慧的把事件给落幕了，但是没有想到登上世界的啊新闻，因为送了一个不应该的礼物，叫做禁忌的礼物。所以送礼是一个很麻烦的事，超级麻烦。送礼呢，一定要送对，送的行为也要对。 因为我们明明是好意是善意，结果很有可能因为我们对于文化的彩虹线而造成的误会。好，我讲又是我个人的故事，当然这个里面不是我了哈，只是告诉各位那，那那个是那件事情呢，是发生在过年的时候。有一年，我有一个叔叔啊到我家来看我妈妈，然后呢过年嘛，我们台湾去人家家里拜年一定会带什么？ 哇去对不对？哈、哦，一定会带礼物。然后那一天发生的事情是这样子：有人按门铃，叮咚叮咚。我一看，哦，是我叔叔啊、哦！我要叫他叔叔了，不是不是亲的叔叔了哈、哦。然后哦，叔叔叔叔，好久不见来，欢迎欢迎，就迎他到我们家的客厅坐好。然后呢，他就把他带来的礼物哇去直接放在桌子上，然后就请妈妈出来，然后我就做了一个。 很奇怪的事情，因为我日剧看太多，我以为我是日日本人，所以呢，我就把这位叔叔带来的礼物呢，跟他说谢谢，主动说谢谢哦、喔、啊，然后拿到厨房去打开，哦，水果很好，洗一洗，切一切，再端出来请他吃。各位日本人是不是这样做？日本是这样做，日本会把客人带来的礼物。 把它打开，再处理好啊，看要切还是要洗还是要怎么样，再端出来请客人跟大家一起来吃。好，当然我也有泡茶、泡咖啡，我也有拿那些点当那个点点心蛋糕出来哈。好，然后就开始聊了，聊、欸，聊一聊。十一点半啊，他说哦，时间不早了，他還要去做什么事情。我说啊、哦，好难得一年才见一次面，我们就吃个饭吧。他说不用不用不用，我还有事情我要去处理好。然后我说送客。 过完年以后，啊、哦，大概元宵节前后，我从我的亲戚那边这样子传回来的哦，传回来的哈、哦，各位亲戚非常多嘛，就是很好多说啊、哦，那个林某某就是我哈，这里听呢，不羞噶，不羞噶，各位，如果你知道台语的人知道这句话是多重的批评的用语，不受教哎、欸，莫雷猫呢？ 哦，我听到我真的很难过，为什么很难过？我自己在教国际礼，然后又被我的长辈说我不修，噶，不礼貌。哦，实在是，到底我哪里做错了？后来认真去反去反省，各位，真的我错了。我是台湾人，不是日本人，所以我应该怎么做？好，我们再把它倒带还原一下吧。我现在已经会了了哈，叮咚叮咚开门哦，叔叔好久不见，赶快引他进来。 他带来的那两个礼物放在桌上，我要怎样？我要视而不见，赶快进去泡茶、泡咖啡、蛋糕、点心拿出来请他吃。好，然后呢就开始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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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聊到十一点半，他说他要走，我也想留他吃饭，他不能，好，我就只好送客。这个时候我一定要非常聪明、厉害，而且机智反应。突然转头看到，哎，不对呀，这桌上怎么还有东西、啊、东西呢？啊，这等一嘞，好，你明天别给你摕。

各位，我就是不会这样子啦，我就跟他讲谢谢，我也知道他是拿来给我的嘛，所以千万不要做这种事啊、哦，在哪里就要做哪里应该做的事。好，我们来看哦，台湾最无聊、最无聊、最无聊的一个行为，就是在十二月二十五号前后玩什么？玩交换礼物。 那个交换礼物是从美国人的过圣诞节的那种的习俗把它引用过来的。他们他们在圣诞节这一天送礼物，是不是送给自己的至亲的家人？至亲家人要什么？他们知不知道？他们都知道，他们就一直在观察，一直在套话，一直在写卡片啊、哦，说圣诞老人要送你什么，对不对哈、哦？然后就知道他要什么。 他就买他最想要的来送给自己的家人，可是台湾的交换礼物是用抽签的，啊，抽到都是莫名其妙的怪东西。好，所以我们的送礼一定是要送，你要知道对方想要什么，人家一打开会哇，你怎么知道我想要这个想很久了？表示你有用心嘛。 这个有没有很用心，是在送礼文化里面最精髓的一个地域一方？那你怎么知道他要这个啊？平常就要多观察，多细心的去了解。好，那基本上世界各国都一样，礼物一定要包装。有没有包装，心意差 n 倍。哦，那个那个 n 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 你背一个好面你无包装说哦，为了环保，所以我把这个东西送给你。插座者，但是我们也不是，我们也不是鼓励那个无谓的包装。无谓包装是谁？日本人最会。哦，日本人一层一层又一层。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讲，当你收到你的外国朋友送礼物给你的时候，你应该有什么样子的动作？来，各位，我们来看哦。 一个美国朋友，哈，他从美国回来，然后呢，因为他跟你很熟很好，他就买了个礼物送给你。这位美国朋友送礼物给你说，你要、欸、你该怎么办？是的，马上当他的面，当他的面把包装纸打开啊，用力一点没关系。 然后打开以后，里面还有盒子，盒子再把它打开，礼物拿出来看，哇！Joe，谢谢你，怎么知道我爱这个东西已经想很久了啊！太棒了，太棒了，谢谢，对不对？好，就一定要当他的面。那我们台湾好像当人家的面打开礼物，怪怪的吼、哦。他回去以后打开，啊，这是咩啊！那呢？上家这话不会。 我问各位啦，现在如果台湾的朋友送礼物给你亲戚，台湾的亲戚送礼物给你，你到底要不要当场打开啦？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哦、喔。好，你如果问我，你一定问我说啊，你我有什么答案嘛？我看对方是谁。如果对方真的懂一些国际礼仪的人，我会用国际礼的方法帮他的面打开，跟他说谢谢。如果不懂的人啊、哦，例如说多看比较看。 真开的真假哈，迄种来阮刀的，我一定爱用那一套台湾人的方法的方法，一定不要动他，等他走了以后，我才偷偷开啊，这样子。所以要看对方是谁啦。像我叔叔住台北，他过年都会买比较特、很特别的东西给我，我一定是一看到就当他的面开哦，我一定要拿来当场用，他就很高兴。我这算那做做做后尾安尼，所以。 你要看对象是谁，做出符合他想象中的那个行为。你说：“哦，你很 gay 白呢，吼？”没有，没有，没有。这个叫做我们要很体贴别人。好，来。但如果日日本朋友送你礼物该怎么办？到底要不要当他的面开？我会建议当他的面开。只是呢，当他的面打开那个包装纸的时候，一定要。 温柔一点点。如果你用的太帅率、率、卖克粗鲁了、率性了哈，太率性一点的话，他会觉得你不太尊重他的礼物。所以呢，他那个贴贴补的地方哈、喔，一定要把门拉掉哦，动作慢一点没关系，他觉得你很尊重。哦，好烦哦哈。但是你不这样做，他会觉得你真的是不够意意思来。 我们继续看啊，这是古时候的事情了哈。2千零六年，好早哦。那一年的读者文摘，现在还有读者文摘吗？我也不晓得有没有。我以前都会看，刚好就被我看到了，看到这一期的封面有一个很惊悚的标题在这边。各位，亚洲人最没礼貌，你们承认吗？不过这已经是很久远的事了哈。好。 为什么读者文摘敢下这样子的标题呢？因为他们自己用公司的力量做了一件事情，在全世界挑选三十五个国际型的大都会，然后呢，在这个三十五个国际大都会呢，做什么事情呢？去观察，观察住在这个城市里面的居民的日常行为。好，例如啊。 在我们的台湾图书馆的大门大门口去看啊、哦，好来，他只是观察这三个日常生活行为哦。第一个行为，走在那个公共建建筑物啊、哦，例如说医院呐、啊、市政市政府啦、啊、啊、哦、图书馆呐、啊、银银行啦、啊、这种公共建筑物，先进去的那个人会不会帮后面的那一位啊、哦、把门给扶好？ 因为他一放，他就会自己回来的那个门哦，哈，好，会不会把它扶好，让他顺利的通过之后再放开？各位，你会这样做吗？会嘛？我们现在谁不会这样做，对不对？好，第二个，故意找他们自己人，假装啊、哦，路人 A，走着走着不小心把东西掉在地上，看附近周围的人会不会主动帮忙帮他捡起来还给他？请问你会不会这样做？哎。 可能不太会了，为什么？怕有人做坏事啊、哦！第三个，他去观察，在一般的普通的商店买完东西之后的服务人员会不会微笑说谢谢啊、哦？各位，你觉得我们现在的 Seven Eleven 啊、全家啦、啊、服务好吗？是往上还是往下？好、哦，因为每个人的想法都看法都不一定。来来来，重点来了，重点来了，诶，重点在哪里？哦，重点在这里了哈、哦，重点在这里。哦 你们觉得台湾有没有被挑选到？有没有？全世界三十五个国际型的大都会，台湾有没有被挑选到？有，哪里？台北，第几名？在这边。二十八是好还是不好？不好。那个时候的台北市市长是谁？忘记了。 那时候的台北市政府里面的新闻处的处长是谁？忘记了好，那个人很有名，叫做金福聪。金福聪的英文好不好？非常好。他看到了这个以后呢，在几天之后召开一个全程用英文的国际记者招待会，强力反驳读者文摘的这三个日常行为标准。 说哦，这不是我们台北人、台北市民认为有礼貌的行为的象征。那、啊、问题来了，如果全世界三十五个城市，每一个城市他观察的行为大家都一样，我们可以自排于外吗？好了，应该要这样讲了二千零六年的时候的台湾，可能很多人还不会这样子做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来讲一个故事给各位听。讲第一个啊。哦 讲什么故事呢？我们以前台中市有一个选出来的市长叫做胡志强，大家都还知道吧？哈，胡志强要选市长的时候，政治人物都一样，都要写自传嘛，所以他也出过一本自传，我也买来看过。他说他当年拿到了奖学金，要到英国伦敦去读博士啊，然后就把太太也一起接过去啊。 先把家里都整顿好了以后呢，就要开始到图书馆去认识一下，看看有什么资啊、哦，呃，一些资料啊、哦，就是要先去了了了家图书馆。他说啊，他那时候只是一个留学生而已，也不是一个知名人物。但是呢，有一个外国女同学的行为让他，他用英文哦，非常的 shock。到底是什么行为让胡志祥会 shock 呢？他说，当他到。 图书馆的时候，那个门要拉的哈、哦。那位女同学竟然把门给扶好，让她顺利安全的进去以后，才把门给放开。她觉得莫名其妙，因为她不认识那位女同女同学，那女同学也不知道她是谁，竟然会做这个事。各位哦，那个一定要是比二零零六年更往前哦。 如果胡志强都会因为这个事情而下课，代表当时的台湾真的没有人会这样做吗？但是我们在进步中，我们整体的台湾老百姓的水准是往上提升中。现在帮人家把门给扶好，这都不是一个很普通的行为吗？好，但是两千零六年可能还没有普及化。 所以，我们到底要不要用世界共同的标准来做我们的行为准则呢？好，来，我们再看，来再看，跳太快了。两千零五年更早了哈，那一年呢，有一家人力银行啊，这家银行现在应该没有了。他很想来了解当年台湾的上班族，尤其是白领。他问的是白领坐在办公室的人对于。 办公室里到底懂不懂？各位懂不懂？好，那我们来看他用什么方法来了来了解这件事情呢？他用问卷，总共出二十个题目，然后题目后面还附答案哦，让问到的人可以自己来选择答案哦。各位，你们觉得这题目会不会很难？好，我们来看题目举例哈，二十题里面的其中一题。 如果你要进去别人的办公室啊，要不要敲门？大家都知道要敲几下，他就后面放几个答案：敲一下，敲两下，敲三下，敲四下。各位，你就要敲几下？好，再看到、哦、哈，还有还有另外一题哦。如果要用公共厕所的时候，我不晓里面有没有人，要敲一下？不不不，要要敲个门，我才知道里面有没有人嘛、哦、哈。请问要敲几下？ 好，那各位，这一题落伍了。我为什么说这一题落伍呢？各位，你们都住在台北啊、哦，号称天龙之国，对不对？我真的每次来都好羡慕哦，那个厕所之干净啊，而且在厕所的门口外面都有那个电子指示板，告诉你哪一个里面有人，哪一个没有没有人，对不对？所以这个题目是不是落伍了？我只要看那个电子指示板，我就知道了嘛。 好，第二个落伍是什么？现在如果像我们台中还没有电子指示板的呢？你如果每次要上厕所人很多，是不是都要主动的排队？怎么排？就从那个门口开始往外排嘛，不会自己冲进去，然后就站在那个门的前面等嘛。所以这一题落伍了哈，因为我们行为已经在变了。好，不管了、啊，当时他就问了这两个题目了哈，请问各位来第一题，敲几下台是标准的。 两下，敲敲，轻轻敲，以里面那个人听得到为主，听得到就好,好。那只是纯粹告知里面说，哦，我来了，我可以进来吗？里面如果是你，你听到有人敲门，你就说，请进 c o m in，对不对？啊，那一定要敲门，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不敲门，就这样轻轻巧巧的走进去，哦，被我抓到了哦，你在看这个哈、哦，这个是会吓到别人的，所以不可以。 不出声音，好来。如果真的还需要敲门，如果还需要敲门啊，请问要敲几下？厕所几下？好，正确答案是三下。为什么要三下呢？那叫体谅别人。我们假设里面有人，而且那个人正在用力，所以呢，你不能吓到他，你要 call call call，要慢一点。 让他呢，哦，可以有反应的时间啊。如果刚好你是里面那一位呢，请问你要回应？你要敲几下？敲一下就好，哈，所以你到国外去，可能还会用得到。好，这是当时的题目，其实一点都不困难，都是我们大家早就知道的。好，那这是另外的题目啊，另外的题目。好，我们就讲一个啦。 上下楼梯的时候，有一男一女。我们不管是主人客人，好，一男一女，最，呃，普通的到底要怎么样走前后的顺序呢？好，这个这个是大家应该大家都知道的哈。我来我们来说，会出这个题目，其实都是从西方文化演变来的，叫做 “Lady First”。 Lady first 的是一个观念，是男人要主动帮女人的忙啊，所以在西方文化，他们说男人要走在前面开路，男人要开门，男人要提重物，男人要帮忙撑伞等等等等等的哈。来，那从这个 Lady first 的观念衍生出来，就是男人要保护女人。因此啊，我们先讲上楼的时候，一男一女，男生要走在后面。 理由是什么？对，因为早上他那位女孩子没有吃早餐，血糖过低，头昏眼花，不小心就开始头晕了，就跌倒。上楼跌倒一定是往后跌，所以男人要在那边挡，如果挡不住就要当肉垫哈、哦。各位，下楼的关的道理一模一样啊、哦。下楼女孩子因为又是没有吃早餐。 所以又在头昏眼花啊！下楼跌倒一定是往前跌，所以男人一定要走前面帮忙扶，扶不住就让他当肉垫啊！所以这些都不是用背的，也不是故意刁难人的是有他的道理在。这些道理基本上都是从文化慢慢、慢慢、慢慢、慢慢形成出来的啊！总共二十个题目了，好，我个人认为题目本身并不难，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什么？你们知道吗？那一年。 台湾办公室的白领阶级的整体反应是这样子：怎样了34？百分之三十四的人是不及格的，表示他们对这些基本的都不懂。然后呢，得一百分哈，全部都对哦、喔。他是他会不会这样做不知道了哈，至少他都对了五位了，总平均是六十五分呐。所以国际礼仪真的叫做包山包海啊。 真的是包山包海，食一住行娱乐、公务啊，通统统包括在内。可是呢，大家都有礼仪。东方文化、西方文化，各自有各自的礼仪。到底这两个之间最大的差异点在哪里？各位，你们在哪里？我自己的答案，这是我自己的答案哈、哦。这答案不是百分之百的，一定是对的哈、哦。这是我自己的答案，叫做隐私权。东方文化跟跟西方文化最大的一个啊、哦，最。 大的一个差异性就在于对于隐私权的注重。好，为什么呢？因为在台湾，不管是谁，哦，都会问贵庚有没有男朋友，有没有女朋友？如果没有，我帮你介绍一个好吗？啊，好，再来，哎，小孩现在多大了？成绩怎么样？这个好像在关心别人，对不对？ 我阿妈要过世以前，还在念，啊、不是，不是念还在问我说：“阿孙哎你阿里一个探我。」这些经？”我阿妈跟我要零用钱吗？绝对不是，我阿妈钱多得很。她为什么要问我？她是关心我啊，对不对？她不是真的要问我一个月赚多少钱，她是怕我钱不够用。那我每一次都说：“阿妈，你放心啦，我的钱有够用就好了哈。”好，所以。 问人家的薪水多少钱？这在台湾好像是没有什么大不了嘛。但是这种事情不要养成习惯。其实我们都会养成要。当我自己这个年龄层，我看到学生，我也会问了：哎、欸，你现在打工一个月多少钱？啊，我也会问呢、欸。啊，我说不对不对不对啊、哦！我还上课还问过学生说：“你有女朋友吗？”哦，糟糕了，老师你在问什么啊、哦？所以在台湾，我们已经。 习惯性的不觉得怎么样，请拜托不要对你的西方文化圈的朋友进行这一些的啊很有关心的一种的议题，真的不要。但是呢，另外一个政治大家都懂啊，什么青的、绿的、蓝的，一大堆哈啊，这个大家都懂了，我们就不用讲。宗教不懂，台湾是一个宗教自由的，完全。 没有人会因为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引起仇恨，有没有？我们台湾真的没有、哦。台湾我们的政府只做一件事情而已，如果这个宗教作奸犯科违法了，他才会处理；如果他不违法，基本上政府是完全不管的哦。啊，好，这个是我们在这边生活久了，我们自己认为的，但是。 无法体会一个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北爱尔兰人，北爱尔兰哦，因为宗教信仰不一样，宗教信仰不一样哦，他竟然会拿着枪跑到人家家里面去，把砰砰砰砰砰哎，这个是我无法想象的。你跟他个人完全不认识，但是就是因为宗教信仰不同，好，最严重的就是我们大家要知道犹太跟伊斯兰教。 这两个之间啊啊，当然啦、啊，这个欧洲因为宗教信仰而发生的战争非常非常多，到现在依然还会因为宗宗宗教信仰，所以在西方他们不谈，不会把宗在、啊、谈宗教的事情拿来当成日常的他们的那种的啊说话啊啊，你说那我要跟人家谈什么？就是谈这些。 啊啊！所以呢，你的生活经验就要非常非常的多。谈这些呢，不要去问到影响到隐私权。好，这张照片很重要。这张照片重要在哪里？看不出来呢？啊，都是手而已啊。对，太厉害了哇！我们这个这一班的朋友实在是太强了哈！一看就知道，你知道的就是这个叫做身份别。代阶级代表什么意思？ 已婚，西方文化影响我们，我们也必须要开始把这一些的隐私不能讲、不能问的东西，透过你的行为，他就已经告诉我们了。好，他们结婚的一定要带婚戒，为什么呢？不用问嘛，我都看都知道了嘛。那那那那,那，我未婚吗？我已婚。 好啊，你说啦、啊，你已婚为什么没有带？哦，你已经那个，啊、不是啦，因为我皮肤过敏，严重过敏。我自己教国际礼仪，我已婚，我怎么可以不带婚戒呢？它是金银、铜铁、塑胶、玛瑙、什么钛合金，哦，全部都试过。我戴一天还可以，戴了第二天就开始会痒，痒了以后就开始会烂，就找皮肤科医生说，你就是这样子。 所以呢，我每次讲这个，我都一定要特别说明哈。好，那各位，如果你没有跟我一样有严重皮肤过敏的，你结婚了就一定要带，一定要带，人家不问就知道。尤其你的生活圈都是以西方文化的朋友为主的话，更要这样子做。好啊，不然他们只是心里会很纳闷，又不能问，就开始嗯嗯嗯，怪怪的啊嘞。好，来，所以呢。 国际礼很重要的就是身份别。什么叫身份？第一件事情，主人客人之间，他们的动作不一样，他们的位置不一样，他们的行为不一样。所以主人客人，你要把这两者之间分别的清清楚楚。很简单嘛，我们啊、哦、各位在家里就是你是主人嘛，啊主人坐在哪个位置是固定的。 对不对？啊，你去拜访客户，那你就是客人嘛。那你到底要怎么样做？我们大家等一下我们会来讲。第二个，刚刚已经提过了，叫已婚未婚。好，第三个，这个这个整整个社会都很注重的，就是辈分的高低。辈分，辈分的高低，简单讲就是伦理哈，啊，这个伦理怎么来呢？伦理就是只要是有。 那个啊，在政治圈也好，在政府界也好，在商业界也好，在学术圈都一样，都会有这个高低的差异性，会有影响啊，会有影响。那我们来看国际的真实案例有哪一些呢？好，来我们来看，好玩的事情来了哈！这一年，这一年，这一年，希腊总理啊，在机场。 送那个土耳其总理夫人回国，为什么他会来呢？好，来各位，因为我独立独立子系很喜欢从那个过去发生的事情去找案例来做说明。两千零四年希腊雅典办奥运，雅典办奥运呐，所以呢，隔壁国这个土耳其跟希腊虽然有邦交，但是感觉不友好。 啊、哦，所以呢，土耳其就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要借这个你们要办奥运来告诉你，我们很好，我支持你，好棒棒啊、哦！所以我组团来给你加油、鼓励打啊、哦，打打打打气。然后各位，希腊正在忙，所以呢，哦，觉得哦，好了好了，你要来，我一定要尽地主之谊嘛，所以就好好的接待各位。我们都知道这两国啊。哦 他们宗教信仰是完全不一样的。希腊是东正教，土耳其是伊斯兰教，所以呢，你当一个好的主人，你就必须要行礼如仪，该注意的通通要注意到啊，包括他们不喝酒、不吃猪肉，一大堆，这个大家都懂，我只要照办就好啊。所以过程很平安，非常顺利。等到他们要准备回国的时候呢，这个希腊总理很嗨。 多嗨，你们知道吗？就在机场说：“哎、欸，下次五言哥来啊，哈，我们快开幕喽！开幕再跟你先生一起来。”他做了什么事？各位，他用他们南欧人最普通、最普通哦、最日常的 “say goodbye” 的动作，就这样子而已。各位，你觉得这个希腊总理错了吗？ 站在希腊总理自己的想法，哎、欸、啊，这我每天都在做，我对任何人都在都在用啊。但是错在哪里呢？错在她是土耳其总理夫人。伊斯兰教的教规很严格的有说明一件事情：已婚的女人不可以被先生以外的男人碰到全身任何一个地方。 我天哪！啊，碰脸颊，碰脸颊，不是就碰到了吗？这个是很严重的行为，所以呢，我怎么知道他是不是？哈、哦，基本上你看他的穿着打扮，大概就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不是信仰伊斯兰教。所以尊重嘛，尊重就好了。哈、哦，事后是希腊出了很正式的国际道歉公开说明书。 哦，啊，不然这个没完没了，哎、欸，这个引起土耳其国内的人群起不满呢、欸。你怎么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在摄影机的这样的镜头之下亲我们的国母呢？好，来，啊，我们台湾有这种行为吗？我等一下，严格宣布，出去的时候这边门关着，啊，从这边出去。 我要对在场所有美女，给你们亲脸颊、亲脸颊，才放你们走。你们会不会一出去以后，赶快打电话告我？那个林老师假国际礼仪之名行性骚扰之实，对不对？哈，我们不习惯，我们真的不习惯。我们如果坚持一定要这样做，人家觉得你动机可疑。但是如果各位美女以后你们到欧洲去，欧洲的帅哥对你们这样做，你会觉得他怪怪的吗？这叫正常。所以我们就习惯就好。 所以呢，我们不习惯的事情其实还蛮多的啊、哦。好，那这个叫做碰脸颊的见面礼跟 say goodbye 都有，但是不要跟他一样。各位帅哥，拜托拜托哈！如果以后你对欧洲来的朋友跟他碰脸颊碰脸颊，表示你热烈欢迎，没关系，他是摩港金瑞 y 哦 <laughs>、這個。这个这个奥巴马对于翁山书记那个金瑞奇，全世界的记者都在那边要他吗？ 到底是怎么了？洪山出击有这么大的魅力到这种地步吗？大概是洪山出击被关非常久，他为了要庆贺他可以出来，好，好，来第二件事情，到底可不可以戴手套跟别人握手？你们觉得可不可以？各位看你在哪里？ 在台湾，我会强力建议绝对不要戴手套跟任何人握握手。在台湾，因为台湾没有那么寒冷到必须要戴着御寒手手套的地步，有吗？再怎么能也还不到冷到那,那种那那种一定要戴，不然就会皮皮抓嘛哈。所以我会建议各位在台湾真的不要戴。好，那如果各位你们到美国去，刚好又是冬天去，光咖啡系可不可以戴？ 好，可以来。为什么？我们来看这件事情。美国前总统小布希到哪里去？到拉脱维亚去进行访问。他的空军一号到的时候是晚上，各位看背景就知道了哈。晚上啊，天气冷的要命，所以呢，机长有广播，外面的气温是摄下几啊，你你你是啊摄下几度啊？所以所以会很冷。 所以小布希跟他太太一下飞机的同时，那个时候早就已经把御寒手套给戴好了，本来就戴好哦，啊，然后呢，一下一下飞机，走完阶梯，第一个是谁？就是拉脱维亚的总理亲自来欢迎接机，啊，啊，两个人就握手一握，不得了，又被拉脱维亚的记者拍到，我们的总统没有戴手套。 美国总统戴手套，你瞧不起我们？难道拉脱维亚那么穷，穷到连总统都没手套吗？不是的，他们的习俗是：我还没有握手以前，我先戴着御寒；但是我要握手的前那一刹那，为了表示我的诚意，我把手套刻意拔下来，握完之后，我再戴上去。 那小布希想说：“啊，我都挂了呀，啊，挂了继续啊，都啊。”小布希错了吗？小布希他想说：“不对啊，我本来就这样做。”美国的标准是什么？美国的标准是什么？美国的标准是这样讲的：如果在户外天气很寒冷的情况之下，你原本就戴着御寒手套的话，你就继续戴着，跟任何人握手都没关系。但是在户外， 啊、哦！你不可以戴着工作性质的手手套跟人家握手。工作性质指的是什么呢？好，麻布手套、橡胶手套、园艺手套，什么什么手套都不行啊。那那那种类型的一定要拔下来才可以跟人家握。好，这是在户外哦。那一旦进到室内，一旦进到室内，任何人。 都一定要把手套拔下来才可以跟别人握手，为什么？很简单嘛，室内有什么暖气嘛，你就不需要继续御寒呐、啊，所以一定要把手套拔下来才可以。但是有例外，各位美女，如果那一天你穿的是礼服，你穿的是礼服，礼服原本就会带。 手套的那是装饰性质的手套，继续戴着跟全场任何人握手都没关系。所以小布西用的是美国的这一套的逻辑思考的情况下，他认为他并没有错啊。但是拉脱维亚有拉脱维亚的礼仪啊。好，来我们看这个人，这个人是谁？已经不在的英国前女王。好，她在英国国内，他们自己定的皇室的规矩。 他可以戴手套跟他的臣民握手，各位再看哦，他也曾经出过国、哦，他到印度去的时候，他也是戴着手套跟印度的臣民握手哦。为什么？因为他们家自己定的，大家都知道，好，所以呢，我们也不觉得怪，好，基本上他已经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呢，在英国的皇室有一个。 第一个应该讲，第一个不戴手套，坚持不戴手套跟一般臣民握手的是谁？就是他。他说：“我从民间来，我不习惯皇室的这一套的标准，我就要这样子跟人家握手。”哈，皇皇室刚开始也是，他是觉得很，哎，你怎么都不尊重我们哈？啊，后来呢就尊重他了。但是现在呢，哈，慢慢的已经不太不太，这些成员已经不太啊，再怎么戴也不可以这样戴了哈，各位。 你绝对不可以戴着那种像西兰的手套跟人家握手，人家会被你吓到的哈！来，再来讲一个真实案例：阿扁当总统的时候，曾经去那个时候我们的邦交国，那这个国家早就已经跑了了哈，叫做哥斯达黎加的总统的就职典礼，那是一个国际场合，所以有很多很多的国家元首本人。 或者他的配偶，他是谁？他是当时小布希总统的太太，好，罗拉。哦，当在这个国际场合看到了罗拉的时候呢，哦，这是一个大好曝光的机会嘛，所以阿扁呢就主动走上前去，Hello，你好，I'm 阿扁，哈、哦，各位，我要请问各位哦，阿扁主动的走到人家的面前去做自我介绍的这个行为本身到底对不对？ 好，我们要这样讲，看你是用一般的国际礼的标准来看，还是外交的礼仪的标准来看，这两个行为不一样。如果从一般的国际礼，好，我要先讲一般国际礼哦，各位，你在任何场合看到哦，这个人，我知道他是谁，他叫张忠谋，我从小就很仰慕他。好，例如学校派我去。 开一个学术研讨会，那我一到会场看，哦，张忠谋坐在前面第一排。我从小就很仰慕他。我到底可不可以主动跑到他的面前说：“张董事长你好，赶快把名片掏出来说，我是啊、哦，从台中来的修平那那谁谁谁啊。哦”我今天很高兴能够看到你。我到底可不可以这样做？到底可不可以？国际礼仪是可以的，正确的，而且是应该的。 我可以说啊，我看到张忠谋，我就坐在这边说：“张忠谋，过来呀、啊，过来呀、啊，你过来找我啊，快点啊快点啊。有可能吗？不可能。所以你看到任何人，想要认识他，你都可以主动跑到那个人的面前去，很客气、礼貌的自我介绍，我是谁，把名名把名名片主动主动哦，先给对方，这是对的。 但是从外交礼仪来看，不行。为什么？两国元首的第一次见面，第一次见面一定要由这两国其中一国的外交人员当中间的介绍人来互相介绍，这是谁，这是谁，他们以后才可以直接握握手。好，所以呢，按说，哎、欸，那难道我们的外交部都？ 没有人知道吗？知道了，阿扁说：“面男我给你起得好了哈。哦”所以你说我怎么都知道？因为全程 SNG 实况回台湾呢啊、哦，所以我看到了，就是各 e 面男我给你起得还好。所以我们姑姑且这样说了哈、哦。他自我介绍这件事情算对了哈、哦。啊，介绍完以后呢，介绍完以后就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哦。阿扁就这样子了，在干嘛？ 在干嘛？要握手，好，各位你们都知道了。一男一女在国际场合，到底谁应该主动伸手？是的，是的，各位在座的美女，你们都会讲，要会做好吗？以后任何场合都要主动大方的，嗨，你好，我是谁？ 尤其是跟西方文化圈的人在一起，更应该要这样做。好，好，好，这个够，你们都知道哦。好，知道就要做到才有用哈、哦。来，那阿扁就把手往前伸。罗拉也是见过世面的人，他觉得你这个行为怪怪的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所以呢，就觉得有点纳闷。因此，他的当时的动作是往后退一小步了哈，一小步而已了。然后双手就放成这样，放这样来。 左右手就这样子放，好就这样放，老是怪怪的嘛。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阿扁是一个屹立不摇的人哦，所以呢，他怎样，他就把 <laughs> 真的把人家的手拉下来。这是拉下来以后被拍的啦。哦天哪、啊，那一天的台湾晚上的政论节目都在探讨什么是国际礼仪哦，不找我去哦，可以装个通告嘛，对不对哦？都没有。 好，专门讨论一大堆什么是国际礼仪。各位啊，国际礼仪你们都知道了，一男一女一定是谁主动先伸手，女生。好，那这张怪在哪里？是你们好厉害，一看就知道哪里有问题了。各位，如果要握手，一定是哪一只手伸出去？右手，除非不是。你一看外观，你就知道他是一个没有右手的人。 你不能逼他说，右手拿出来，右手拿出来，他就没有，你怎么逼他拿出来？所以各位美女，你一定看得到嘛，对不对？你眼睛一看就知道到底要怎么办。如果他是有右手的人，你一定要把右手伸出来。好，这一张我只能说角度的关系，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位帅哥有没有右手，我们真的不知道。好，我们假设他有，那他错了，为什么他错？来告诉我。 因为他偷懒，因为他偷懒，他应该要先把他右手这边的档案文件资料先怎么样放到左手，再把右手伸出来。他偷懒嘛，啊？我的前提是说他有右手的时候，来来来来来啊！那再看这一张，哎、欸，为什么童子军都用左手握手？好，他们特有的。 特有的，特有的，哈啊，所以哦，请注意看哦，他是谁？比尔盖茨，他是谁？他是法国前前前前前，我不晓得第几个前的前总统哈。他们两个人见面都很熟，要握手，哎，奇怪，你看他们两个怎么怪怪的？怎么都伸左手出来？不是啦，绝对不是左撇子啦，来，各位。 如果两个男人都互相知道对方过去的底细，当然这是好的了不是坏的了哈。哦，他知道他以前是资深童子军，他也知道他是资深童子军。两个资深童子军在一起，不用问，就直接把左手伸出去，这个都把干剪。那不能，我是资深童子军，我看到任何男人就跟他比一下。那机关卖的，看看你是不是用机管，你来伸左手。 你不能用左手去试对方是不是童子军呐、啊？你要确认他是才可以的、啊。各位这样懂了吗？所以这张照片是有故是有故事的哈、哦。只有童子军，全世界童子军才会用左手握手，因为他们过去就是一路这样传承下来。来，这张比尔盖茨被骂，各位帅哥你也不要被骂哦他为什么被骂？他不礼貌。 真的不礼貌，各位帅哥，你跟女女孩子握手，你一定要把你的左手放出来，你不可以插在口口口袋里面啊、哦！各位，你不要开始说冤枉啊，冤枉啊，那是我的标准动作呢。我对世界任何人都是这样做呢。各位，为什么这张没有被骂？因为对象是男生啊。所以，帅哥，你懂了、哦，你跟女生握手的时候要客气礼貌哦。啊、哦，好，我们来讲。 佛要金装，人要衣装，大家都知道。好啊，这个人现在经不当官了。哈。哎，来，他是谁？你们知道吗？哎、欸，是的，他叫做张景生。他是谁？他是以前好几任行政院长的政务委员。好。 这一张照片是尤习坤当立法院院长的时候，因为他是政委员，他要坐在立法院里面啊、哦，永远不会叫他起来问，但是他一定要去啊、哦。好，那一天呢，开会的时候是发生这件事情。尤习坤是院长，他说：“行政院同仁，请尊重本院，来本院应该要穿着正式的服装礼仪。”以上，正式开会。 各位没有指名道姓，没有说是谁，但是大家一听就知道在讲谁啊，就讲他。各位，他穿这样去立法院，行政院官员去两院要不要穿的像我一样？为什么要？为什么我今天要穿这样来？因为我是客人嘛。 我来到各位你们当主人的地方，客人本来就应该要穿正式的服装，这是基本的礼貌。他是不是客人？他是客人哦，他是行政院的官员，在立法院，他就是立法院的客人。客人就要穿着正式的服装，这是基本礼貌。所以尤熙坤直接讲出来了，各位，他听得懂吗？他听不懂不能当官呐、啊，他当然听得懂。 那天开一天，中午时候吃饭休息，他赶快叫他谁叫？哎、欸，怎么会事？哎，叫他助理赶快去买买什么？买一件 Uniqlo 的休闲长袖衣。为什么我知道是 Uniqlo 的？因为我也有一件啊。不、啊、说这个可以吗？只是比早上好一点点而已，还是不行啊？好，我要问各位。 张景生到底懂不懂什么叫做穿着礼仪？听你那讲嘞，你看，你懂不懂？这里、個、叫做张景，张景生呐，这里、個、叫张景生。你说他懂不懂？他当然懂啊！如果他懂，他又故意穿那样去立法院，表示什么？他心里面怎么样？我就瞧不起你们立法院呐，怎么样啊、哦？啊，这是真的，这种，这是这，所以你穿什么衣服？ 出现在什么场合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呐、啊，他怎么不懂，对不对？所以我每次都会看就职典礼，很好玩。一看就知道，嗯，谁心怀不轨哈？你看那个人就知道是谁。所以他有继续当吗好像没有了哈。来，所以在职场上，关于穿作礼仪这件事很重要。你不能对人家讲说啊，或者是不拘小节啦，或者是安，那惯习啊，或者轻菜啦。 黑中维那讲共产哈，就在国际礼仪，真的会变成一个笑话。所以呢，真的很重要。好，国际礼仪里面的穿着礼仪到底很难吗？一点都不难。你只要记住两件事情就好。第一个，你当时的身份是什么？我是客人，我就应该要怎么样穿；我是主人，我就应该要怎么样穿。所以你的身份别你搞清楚，你就 OK 了。第二个，你要出现在哪里？你在什么场合就应该穿什么衣服。 好，出国要穿这样子吗？当然不要嘛！出国就是轻松去旅游，穿这样不是自己找麻烦吗？而是如果出国的目的是为了要去拜访客户，那你那一天一定要这样子穿嘛。所以商务旅馆为什么一定要提供那个电熨斗啊、烫衣帮衣板啊？它有目的的。所以为什么商务型的旅馆跟度假型的旅馆他们提供的设备不一样？就是。 性质不一样啊，所以我们从很多地方就哦，原来都是有原因的啊。因此呢，各位我们看这一群人在参加祭典的时候这样穿，一点问题都没有，而是叫他们穿这样站在坐不是站的哈，坐在那个拉拉拉拉队的旁边，看起来呢就觉得，等一下他们要跳那个僵尸舞一样啊，好。 在这个隆重的典礼上，请他们来这边载歌载舞，也真的是不伦不类，对不对？所以呢，各自都对，各自都对，看你要出现在什么场合。我要问各位一个问题了：你们如果听过这些的现场的演唱会表演，或者是啊这个音音乐会，请问这些演奏家为什么一定要穿礼服？难道他们彩排也要穿这样子吗？绝对不是嘛。 难道他们真的穿这样才会表演吗？应该不是嘛？为什么他们要这样穿？他要传达的是什么？专业。所以衣服也可以传达出你是不是专业的一个象征的符号出来。好，那在台湾，通常只有影歌星才会这样穿。我们一般普通人穿这样子的礼服的机会真的比较少。 但是哈，我等一下跟各位讲，礼服真的很重要。我们台湾非常不注重礼服这件事情，是不应该的啊。西方人最爱讲的这句话：“你是谁，你就应该怎么样穿。”或者倒过来讲：“你穿什么，就像什么。”当你穿小小丑服的时候，你就在扮演小丑；当你穿西装打领带，你就是扮演着你该要出现、做应该那个时候的场合的事情。 好，我们来看男人哈，这个阿当阿当哥了哈。台湾很不注重礼服，这个这一点是我一直想要推广出来的哈。来，我们来看哦，礼服，全世界都有在穿礼服，只有我们台湾不会注重它。礼服有几种？礼服就只有三种而已。哪三种？我现在只有短短十分钟，我们的表定时间到四点十分哈，我大概只能把这个礼服讲完。礼服。 分成白天只有一种而已，晚上参加宴会的时候有两种，所以呢，白天穿的叫做 morning c o d e 然后在晚上穿的，因为打的那个领领结不一样，有打黑的跟打白的，所以呢，就会有穿不一样的一个礼服。好，这个我们知道有三种。至于这白天的礼服在什么场合穿呢？当然是在婚礼了哈，重要的活动。来，各位请看一下。 结婚典礼的时候的新郎跟伴郎都要穿非常正式的白天的礼服。那你说这样看，我也不晓得到底礼服包括什么呢？啊、哦，好，这个是什么场合呢？这是赛马，赛马。为什么？你看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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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啊，所以赛马对于他们来讲，虽然只是一个啊、哦、休闲娱乐活动，但是也是一个重要场合，所以他们都穿着礼服来。好。 英国的皇皇室，他们礼拜天参加这个做做礼拜的时候，也是正式场合，所以他们也是穿礼服啊。好，来这个可以记一下了哈，简单的记一下。所谓的白天的礼服呢，就是白色衬衫，打领带，领带颜色不拘啊。灰色的背心，灰色的背心，长尾西装。我这边要特别强调，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那个时候流行的长尾西装的后面剪裁成两个尖尖的，两个尖尖的样子很像燕子，所以那时候叫做燕尾服。但是今天，今天二零二四年，你在穿燕尾服出来，好像要表演魔术所以呢，不一样了哈。现在叫做长尾西装，就是那个西装是比较长，长到大概快要到膝盖了哈。 啊，后面是圆的，就是跟我们这个西装的的那个剪剪裁一样，只是比较长而已。来，再来，一定是配直条纹的裤子，直条纹的哈，不是黑的哦，要穿黑色的哦鞋子。在英国，在英国还要再加一个什么？加大礼帽，还要配手套。好、哦，这个基本上叫做白天的礼服 （Morning Coat）。 来，各位啊，我们到底懂不懂？我去找到了这些很古老的照片，里面都是台湾人。这个什么时候拍的呢？是在日本人统治台湾的那个时候，台湾人结婚就是穿 morning coat，所以跟世界潮流是结合起来的。只不过到现在已经啊，完全不会特别去注重它。好，所以有没有机会穿？ 在台湾没有，他是在国外。如果人家邀你去参加美国总统就职典礼，那你就是要这样穿啊、哦。那说我没有怎么办？租，对对对对，在国外都可以用租的，都可以用租的，不用买啊。哦，我从来没有穿过，以后也不会有机会穿，我就去租一下就好了。来，晚上参加宴会哦，就有 black tie 跟 white h i t tie，黑领结跟白领结。来，我们先看，一般来说黑领结啊，你一定懂。 黑领结就是穿白色衬衫。其实我讲白色衬衫有一点偷偷懒了、啊。这个白色衬衫的这一件衬衫是打折的，是有折是有折纹的哈、哦，是特别去做做的哦哈。来，它的领结是自己打上去的，是黑色的，然后会配上黑色腰带。你这边看看看不到，等一下我会给你们看。这边呢，哦，还有个束腰束腰，用黑的。 然后这件的西装是短的，是短的，到他的臀部而已。黑色的长裤，黑色的皮鞋。好，来我们看什么场合？国宴嘛，奥巴马在国宴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子穿嘛。好，再来，正式的场合，颁奖典礼要这样子穿嘛。再来。 好，我刚讲是黑的，对不对？这个用白的，是让你一看就知道哦，原来这个叫做束腰，有没有看到吗？有哈、哦。好，我刚用白的给你看看得很很清楚，黑的你也就看得懂了。所以这个是标准的哦，这是标准的。那我也没有，所以我真的需要的时候我就去租啊。w 泰，i 泰是最高级、最正式的一个场合所要穿的衣礼服。 差别在哪里？哦，这个差别就比较大咯，差别在于白色的衬衫啊、哦，这件跟上一件一样，但是它的背心是白色的，它、啊、打的领结是白的。然后这一件的黑色长尾西装，各位请看我的手，这里的剪裁跟白天的那一件的 morning c o d e 是不同的。 所以不要把白天的拿来这个这个时候穿啊、哦，是另外剪裁成这样子的才对。黑色的长裤，黑色的皮鞋啊、哦。那你说我也没有，好，没关系没关系，你也不用特别记，你就去租就有了啊、哦。什么时候穿呢？第一个正式的典礼，例如说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国宴、皇室晚晚会。 外交官他们自己聚会的时候，他们都会这样子说：一定要穿花太来，以表示慎重。好，好来，那我们都看到了。台湾的留学生出国以后，他就懂了，因为人家会教他。所以呢，我们出国，我们就入境随俗啊。来，我们看举办国宴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穿。好，有没有问题？好，我赶快哦、喔，剩下五分钟哦、喔，女生的礼服一定要把它讲完哦、喔。来，我们来看。 女生的礼服有几种？有人跟我讲无数种，没那么多啦，几种？三种啊？哪三种？啊，白天就一种嘛，晚上呢？两种嘛，男人不是 morning coat、white tie、black tie 嘛。 女人也一样啊，只是她的名称不是这样子而已啊。所以白天的礼服一种，晚上的礼服两种。我们来看，不是看男人，看女人，看女人你就懂了。那、啊、包括什么？第一个帽子，这顶帽子是遮阳帽吗？基本上叫做装饰帽，装饰用的。第二个，一定要穿洋装，长的、短的，大概到膝盖而已。 所以是短洋装，洋装的定义大家都懂嘛？哈，哈，就是一件的，一件一件式的叫做洋装。接下来一定要穿丝袜，一定要穿丝袜，丝袜的颜色就是肤色，啊、哦，跟你的皮肤颜色非常的接，很接近。再下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叫做跟你的洋装的颜色要一致的高跟鞋。 如果你穿的是白洋装，就要配白高跟鞋；蓝洋装就要配蓝高跟鞋，要有跟。接下来还有包包，好，越年轻啊。等一下，我们用这个看哪、啊，用用比较的来。各位，我们来用比较的，这个很容易看得出年龄的差异吧？可以看得出年龄差异吧？哈，来，年纪越小，装装饰帽是大还是小？ 对，所以你自己知道你的年龄哦，所以你戴的那一顶装饰帽到底是要大点的、啊、还是小点的？再来看包包，年龄越小，包包越大还是越小？啊，对，就是这样子啊啊！所以洋洋装你有没有？没有，赶快去买哈、哦！哎，这个就有理由买了、哦，回去跟老公讲，哎、欸，我需要一件洋装当我的白天的礼服。好，正确，各位，所以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对不对？哈，好，其实还有一个美那感。越年轻那个洋，洋洋装是越长还是越短？是的，是的。所以各位，你们都还没那么老，不要穿太不要穿太长，好吗？啊、哦，大概在膝盖上面一点点这样子。OK，有没有问题？白天的礼服就是这样子啊。有没有问题？你说这里有问题，为什么他穿？ 咖啡色的丝袜没有，它的颜色本来就这样子啊，所以我一定要讲是肤色丝袜，好不好？肤色丝袜，好，这样这样各位都懂了吧？所以这一套就是白天的礼服。各位，台湾应该女孩子穿礼服的几率一定比台湾的男人更多了。好，再来我们看哦、喔，那晚宴呢？晚宴男人不是有这两这两款吗？ 好，我也给各位看比较图，不要看男人，我们这是要看女人。好，重点来了，你看到什么？也是洋装，裙子到哪里？要把脚踝给盖住，有没有袖？无袖，所以要露。好，各位，这样看到了吗？如果是长头发怎么办？ 麻烦一下，扎一个记，有没有问题？啊，礼服就是这样子讲完了啊，问题来了，这四件都是礼服吗？是的，都是标准的 black tie，因为都有漏，都是长长长长啊，而且真的就是一定要漏哦。好，来，请问这件红的是礼服吗？是，从来没有人规定。 礼服的颜色是什么？它只有规定要露要长，就这样而已。然后，如果你是长头发的，记得一定要扎髻，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很好。来，请问他们是不是穿 b r t 白 e 看谁？看主人，看主人啊！主人是谁？主人是奥巴马。所以，奥巴马跟他太太穿的对不对？标准。至于。 维尼小小熊穿的对不对？好，我们不管不管他啊，因为他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管不到，管不到。再来，我们看花衣坏花衣男人大家都懂了，对不对？现在看女人，女人有什么？哦，女人稍微稍微复杂一点，长裙礼服一样，很长，颜色不不拘，不可以露肩，不可以露肩啊。然后呢？ 年龄差异在哪里？你们知道吗？他全身都没有漏，他没那么老，他稍微漏一点点，就差在这里哦。哎，没搞对几家。内行人就是看这个啊，头发都要扎一个髻。好，来这边有没有看到年龄层的差异？有吗？哈，好，这是阿妈，这是妈妈，这是女儿啊，是不是都是穿 w 胎 看谁看男的就知道，所以男人穿坏太，女人就穿同样的礼服来。所以呢，谁的最短？不、嗯，何恁看到阿嬷的最短？为什么？为什么奶奶的那个礼服是比较短的？因为走路才不会被绊倒。年龄越小，可以长一点。 啊、哦，他慢慢走没关系。好，所以你看到了哈，这是妈妈、啊。你说阿妈嘞，阿妈立起多鱼，阿妈照回天堂哈、哦。所以纯妈妈干女儿，妈呃女儿的裙子有没有比妈妈的长？有嘛？所以从很多的世界，他们所展现出来，他们表示他们都会，他们都懂。 那我们也跟着一起来把它提升。很抱歉，有一点耽误各位哈。那如果今天没有讲到的部分呢，真的很抱歉，我们要把时间抓得非常的准。希望如果以后了哈，还有机会我们再来继续探讨其他没有讲到的部分。谢谢各位，谢谢。